用这张效果不错的图来测试一下。原图尺寸为640×960，打开高清修复功能，从绘幅度现在为 0.7。 没开高清修复的原图用8秒多显，开高清修复的图用40秒多显，看到高清修复的图和原图的样子不一样了。把从绘幅度改为 0.2， 放大算法使用前变量的情况下，如果出现图片模糊，可以将高清修复采样次数调高。放大算法使用 Lentils， 从绘幅度为 0.2， 这样就能做出和原图人像接近的图片来了。接下来也测试另外几种常用的放大算法，从绘幅度在 0.2 时出来，图片就会很接近原图的人像了。测试图片可以在网盘下载。
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能有所帮助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。最后感谢收看。